好，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贵重的来宾。我们今天多贵重呢？我们今天是要来干嘛的呢？我们今天要来看你的 MV， Found You Found Me。对，我们今天要 Found Out 我的 MV 到底长什么样子？就是、我们要跟首播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们一起跟大家一起跟首播。没错，这是我的第一部 MV， 所以自己也很紧张。这个画面，我先看的 teaser， 所以是在一个洗衣店。没错，洗衣店超级热。那、你知道导演为什么要选洗衣店吗？不知道，这是个好问题。他说我没问到。但是，其实里面有一些就是小小可爱的小剧情，等一下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会在洗衣店啊。对，那我们要来猜剧情。好好，你可以猜。会有剧情吗？但我觉得我剧情比他的好猜。好，对。不用烧脑，没有那么多心理戏。说实话，他说你很多心理戏哈。我内心戏很多。突破音，哎呀，要哭了吗？好，倒数41秒，把它放大。好。这导演是谁？现在可以看 credit。那个苏盛导演。哦，你是帮我拍佛生的导演，帮我拍姜神弟的。我们两个都有被拍到，太赞了，帅。谢谢导演，谢谢苏盛导演。把我们那天导演真的帮我蛮多的，就一开始就有跟他说我是第一次拍哦。20秒了，我感觉我跨年倒数都没那么认真，因为你心脏会想要跳出来的感觉。那现在其实还好，所以你其实是根本还没看过 MV。我没有看过，我真的也跟大家就是一起看这样子，第一次看。对，那我应该觉得你会觉得漂亮爆炸哎。我觉得我先等一下鸡皮疙瘩可能会出来啊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洗衣机哦，洗衣机哦，哎、很多衣服哎、我来洗衣服了，来洗衣服了，洗衣服了，好害羞。有种恋爱感。哦，转头，蛮会的，蛮会的。黄色的指甲油，对啊，特别帮我涂的，跟那个场景很大。你是丢也不好好丢，怎样？你就没有掉过钱币吗？还没抓到钱币，这钱币很可爱。超可爱！刚刚那个是怎样？很可爱哦，超可爱那个。啊、这个眼睛要那么电，眼睛要那么电吗？哇！哎呦，表情很多呢、哇！我怎么不知道你表情那么多？这个人很会，可以当演员，真的。我都没发现，那个是特效动画哎，我没有动画哎，好用心，我都忘记我比这个，好聪明啊，刚女神勾，对啊，有符合到逻辑。我不是这个晕，我是说这个晕，很好看耶！哇，然后我要先讲一个，你这个人蛮会的，对，很正，就是发自
自内心的正。但说实话，就是我真的觉得这个 MV 我的期待值以上很多。哦，你是一开始有担心什么？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是第一次拍 MV，所以自己都会一直觉得，感觉当下某一部分其实很尴尬。哦，但我觉得这边谢谢导演，我觉得导演很会带领 Q 这样子。对，你说哦，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做？没错。刚那个转是怎么弄的、啊？你知道转？我是说，其实很就是不好意思，你知道那个导演他就是把像那个摄影机就是架在那个篮子上面。然后他就一边拍一边拉着我到处转，所以呢，其实一边拍，导演是那个摄影导演非常辛苦，他手动自己拖着那个，对，就全程就是他自己一个人，自己一个人拖着我，然后一边拍。然后你说，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是其实又很对不起他，而且你知道那一幕难的点是在于，就是我其实很就是要核心要出，核心要，就是因为我不能就是整个就是躺下去。Oh, 我就是整个人就是这样盯着，就是你的肚子要超用力在那边扶着，没错。然后脸还要看起来，对，我脸要维持一个松弛感， oh, 但是我这边其实超级用力，赶快拍完，赶快拍完，赶快拍，赶快拍，然后顺便丢衣服这样子，没错没错，很可爱，我喜欢，谢谢。我觉得刚这个那个钱币的那个很可爱，就是你拍下去找钱的那里，对啊，我想知道那个在那个底的是怎么拍啊，那个。哦，那个其实是就是架一个木板，对，然后那个摄影机就是在那个木板中间，然后我整个这样爬下去。那我觉得我之后会试出一个，应该有机会可以试出一个，就是我趴在地上的侧拍照，就你会看到看起来其实像命案现场，就我整个是这样子趴在地上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其实很不舒服，因为你看我头不能贴着地板，所以我是整个人也是这边有点盯住，所以我整个人真的很像就是。要抽筋在地上，就是抽搐，然后需要有人来拯救我。但我觉得这一幕有很可爱哎、欸，真的，不你这有一个嘟嘟的感觉，就觉得好青春，哇，爱上爱上爱上，你的头发啊，我想到一个了，你要我吓到我吓到我，天鹅哎、欸，黑天鹅哎、欸，有彩蛋哎、欸，他自己没发现，他自己没发现，我自己没发现。好，我跟你就是这样了，这是天鹅，这个是这是天鹅吧？这个应该是。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黑天鹅、哦，还是无间鸟，就是一只鸟。我觉得是鸟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那个洗衣店的老板帮我们直接用的，哦，超厉害。就是这么巧。就是。好，我要回去继续再多看几次。好好看哦。现在。我家有自己有台洗衣机，我现在要去那个自己去洗衣店，为了想說。结果后来就发现说，时不时就看到雨翔就在那个洗衣机找钱币，对，我想说做表情，拿那个，我不知道是为了看云溪站不在那里，是看那个下面有没有钱可以捞出来。我觉得其实捞一捞都会有。好，大家一定要听哦。对。大家请多多支持。看完 MV 要再去 Spotify， 晚上去 KKBOX，KKBOX 玩 Apple Music， 好不好？帮助帮你。大家都看黄云熙。谢谢大家。Found you, found me。